2014年，一个超级富二代来到了一档相亲节目，一上台就表示我想要找一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女朋友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外边要给我面子。我是之前有过一段婚姻，上一段婚姻花了父母很多钱，这次再找女朋友是肯定不会再找拜金女的。瞧瞧，这就是富二代的底气。这下就有女嘉宾提问了，你刚才说想要找不拜金的女生，也提到过在上段婚姻中女方花了你父母比较多的钱，你的前妻特别爱买，我就好奇了，你每天每个月都给她买过多少礼物？听到这个问题，男嘉宾先是犹豫，小心翼翼地问道，这可以说吗？紧接着就透露了出来，表示也没有每天都会买，只是在节日的时候会买一些礼物。主持人补充道，就连清明节都没有放过。显然男嘉宾的这些回答是令人满意的。那么新的问题就来了，你可以花这么多的金钱给他，那除了这些金钱上以外，你对前妻或者女友还有过哪方面让他非常感动吗？男嘉宾的回答也是胸有成竹，我把我所有的钱都给他花，包括我对他的家人朋友也从来都没有吝啬过，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，我也不是非要离婚的一个人，但是到了那种境界是真的没有办法。这时情感老师就发话了，当你足够富有的时候，给他金钱上的享受并不能表现出你对他好，因为这些你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拿到，听起来你似乎将自己所有都给了他。那你有统计过为他花了多少钱吗？男嘉宾想了想说道，和他结婚3年，几乎上花了将近300万。主持人紧接着就问了，那这些都是花你爸妈的钱吗？男嘉宾也是理直气壮，主要我也是没有啊。作为吃瓜群众，小编只想感叹，想必这就是传说中的富二代吧。面对如此毫无人性的男嘉宾，女嘉宾又一次提出质疑，如果你再次结婚的话，规格会比第一次的规格小吗？毕竟上一次的婚礼是那么奢华。还是自己有什么打算？男嘉宾豪气地说道，如果我要是选择第二次人生的话，肯定是想比上一次更豪华，毕竟我是想要好好的过下半生的，不能让我以后的老婆感觉还不如第一个。这充满金钱味道的回答瞬间让许多女生都心动了吧。有位女嘉宾就要问了，你想要找什么样的另一半呢？爱我懂我给我留面子，也会很爱我的家里人。这就是男嘉宾的回答。主持人也毫不客气地说道，合着经历了一段婚姻，你就总结出了一个经验，那就是找个给你留面子的。那你如果想要多总结一些道理，是不是还要多结几次婚呢？你爸妈花钱的成本就有点太高了。不过这个想必对于男嘉宾的家庭来说也并不是什么太重的负担，毕竟前边的自我介绍中已经讲明自己高中毕业之后就去美国留学，因为本身是不喜欢学习的性格，就开始在国外开启了长达2年的游学。所谓游学，就是在上学的周边城市开始旅游模式，将周边所有的城市都玩了个遍，几乎上没有怎么学习，就连英语都是在玩耍的过程中学会的。家中实在不像缺钱的样子。当然找对象不能只看金钱，面对男嘉宾的整场话题就从来没有离开钱字儿。有女嘉宾就忍不住想要反驳，首先我是不介意男生有婚史，但是现在我要给你一个忠告，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也说过这个问题，当时我就送他一个字儿，那就是该。因为你对一个人太过有求必应，你给他花了很多的钱，但是那种感情已经不能称之为爱情，对你前妻简直就是溺爱，是你造成了你前妻这样的性格，他对你更像是对父母的索求，是你导致了前妻这样的性格，那么这一点你会改吗？男嘉宾连忙说，这是肯定要改的。不过小编听着是有一点不太对劲了，这样的明着批评暗地夸的说话技巧也不是人人都能学得来的。果不其然，定睛一看，这位女嘉宾也是场上为数不多的为这位男嘉宾留灯的。现在也仅剩2位女嘉宾留灯，加上这位男嘉宾的心动女生，三个人留在台上开始了新的一出戏。这也总算到了男嘉宾选择的时候。面对向女嘉宾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，男嘉宾思考了一会儿问道，之前不管是家里还是你们自己买的最贵的奢侈品是什么东西啊？果然土豪的世界什么时候都是离不开和钱打交道。两位女嘉宾，一个买的最贵的就是买了一间酒吧，另一个确实没有怎么买奢侈品。然而男嘉宾的心动女生直接拒绝了回答。最后心动女嘉宾面对富二代什么都可以给你的深情告白，女嘉宾就直接反驳，
我觉得你从始至终都在说钱钱钱，包括问最后一个问题还要问我们买过最贵的奢侈品是什么，我觉得我和你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，这样的拒绝也是亮了。不得不说，这样的感情观也太正，并没有被金钱所迷惑，想必靠富二代爸妈的钱堆积起来的爱情也不会长久。面对男嘉宾的遗憾离场，主持人劝慰他的这一番话也是引人深思。你和你的前妻离婚有很多的因素，但是可以肯定其中的一个因素就是你的前妻根本不尊重你。因为如果他是看重你的钱跟你结婚，不尊重你的原因就是那不是你的钱，都是你爸妈辛苦挣来的。之后要试着建立自己的目标，用你自己的钱养你的女人。是啊，不是自己辛苦挣来的成果，别人又怎么会真正的尊重你呢？对此，大家有何看法？